怎么感觉有点不开心啊？没有不开心啊，不就抱了一下吗？我也得到拥抱。那怎么之前会生气我去见他？我有吗？没有吧，我没有生气。我没有生气。我还以为有些人会在家里偷偷生闷气。我才不会呢，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好吗？再说了，你们刚刚的拥抱纯属属于礼貌行为，和我们的比差远。拉开一点窗，沐浴阳光。累了吧？仿佛你在身旁，在屋顶读着诗，胡思乱想，好想把所有委屈对你讲，这样不会受伤。丽丽怎么突然就想明白了？是不是你偷偷的对她做了什么？其实我把你金橄榄奖杯送给她。我知道那个对于你来说很珍贵，自己擅自做主，你不会怪我吧？金刚奖杯对我来说确实还挺重要的，不过我还有一个更珍贵的东西，没想到。什么东西？走下，走。